鬼害。鬼害，上面是鬼水，下面是害水，上面是雨露，下面是江河湖泊，因为害水里面藏有人水，人水才是它的真身。其实鬼害呀，比人子要旺得多得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鬼水做害水，它的坐之落地成型，真正成型之后，它是人水，它是有滔天之气的啊。鬼害一柱，它上面是鬼水，下面是人水，为滂沱大雨，滔天之气啊。它比人子一柱这个气焰和固执程度还要更甚。为什么？人子一柱上面是人水，看起来是奔放，下面其实是鬼水，落地成型，真正成型的东西是个阴干。所以鬼害其实比人子还要牛逼啊。我们看一下它地支取向，害水由于跟谁都化木啊，这个复习一下吧。酉金跟谁都化金，亥水跟谁都化木，午火跟谁都化火，是不是？子水跟谁都化水啊，这个巳火跟谁都化金水，对吧？亥水很明显地支就像木气去转化了，所以这个鬼害坐之稳不稳当啊？不稳当，除非你命局非常之旺，否则的话，你对这个害水啊，不要估计过高。它见了寅会跟寅走，见了卯会跟卯走，见了未甚至都不一定还帮你啊。所以鬼害一柱看似旺盛，但是由于坐之啊，经常会跟别人跑。现在你就会发现了，为什么阴干有依附之情，为什么阴干从事无情义，他们坐下的这个根基都不稳，为什么阳干就那么啊这个坚强，带有一点气他都不从。因为阳干当他们做比劫的时候，人家做的是忠神，忠神是不会轻易根据外界的环境改变自己的意见的。但是阴干日主坐下都是驿马星，这个驿马星啊，它就不是那么的靠谱了。驿马星特别容易追随别人也跑路。我们来看一下四害相冲，亥水是癸水的财官印，四害一冲，劫财直接把它的财官印全都带走，并且癸亥一柱由于自做了一个劫财，所以坐下夫妻宫就是罪魁祸首啊。虽然四害相冲是四火主动，但是四火主动之后，亥水会进行破坏，对财官印进行破坏。所以癸亥一柱啊，除非说你命局里其他干支都是克泄耗，否则的话癸亥一柱是很难得到伴侣的帮助的。你看他跟财官印之间的关系就是冲，这个癸亥一柱能干嘛？夫妻宫虽然不能帮他娶贵，也就是坐下坐之不能帮他娶贵，但是可以让他心情很美好。为什么？亥寅他和木，亥卯还和木，亥水是最容易向木转化的，而木是癸水的伤食，所以这个亥水帮着癸水一起寻开心是可以的，帮着他求财官啊，那是非常难的，需要非常苛刻的岁运配置才能够做到，但是跟他一起寻开心化伤时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所以两个人特别容易情投意合的在一起玩啊。我们再看午火，亥午暗合，午火的本气是丁火，丁火本来是跟癸水相冲的啊，丁癸本是相冲的，但是见了亥水，午火只能乖乖的配合，乖乖的听话，也就是他坐下的这个配偶宫能够帮他合到偏财，偏财是什么？意外之财，顺遂之财。所以癸水依靠配偶宫的亥水，如果亥水能够做功的话，帮他把这个午火合住，也是美事一桩，能够让他得到一些意外之财。当然了，如果这个命局里有子水，也就是癸水的禄，见了午火，这个子午必冲会坏禄，这个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啊。如果说你原局有午火，亥水可以把子和午隔开，那亥水也算功臣一件。如果说原局没有午火，岁运见了午火，子午相冲，那癸水必然坏禄，这个没得商量啊。见了卯木呢，由于这是癸亥一柱，所以化木还是非常容易的。癸亥一柱见了卯木，如果亥卯拱木的话，这个就是劫财化食神。啊，这个坐下配偶宫，甭管是老婆还是老公，跟自己一起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。寅亥相合也是这么个相，只不过寅亥相合由于是癸亥一柱，所以寅亥相合会牺牲掉寅中的丙火。丙火是谁呀？丙火就是正财星啊，正财星被毁啊，为了这个伤官，为了这个舒坦高兴
啊，损失了一点点财源。如果说丙火是全局非常重要的调侯用神的话，那这种舒坦所换来的就是财量跟层次的下降啊。亥未拱木呢，亥未拱木它也是容易合，但不一定合化，不像寅卯它是一定会合化的，因为这是水一柱嘛，基本上可以铁断寅卯会合化，但是见了未它不一定合化啊，见了未是不一定合化的。见未亥水见了寅卯大概率会合化，除非你这个局中水实在太旺盛，汪洋一片，否则的话见寅卯可以直接断合化啊。如果说水一片见了寅卯，虽然不能合化，但是水也会有泄力到木身上的嫌疑啊。水到卯宫伤，人癸水日主行运寅卯相都要注意，包括寅卯年。这个癸亥一柱见寅卯，大概率它会化木，即使不化木也是泄气到木身上的相，除非你原局是汪洋一片啊。那见了未土就没有那么容易合化了。见了未土没有那么容易合化，因为中神不在，如果不合化的话，亥加未是怎么样，劫财帮助自己制住七杀之相，并且化相由于是向木转化的，所以有配偶宫告诉自己别去面对困难，别去挑战自己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享福，他会有这么一个相啊，亥未相拱。好，我们来看如果合化了呢，亥未如果化了，那配偶宫的五行就变化了，配偶宫五行变化主感情动荡啊。寅卯来了把配偶宫的五行搞变化是一样的啊，一样都是代表这个感情动荡之象。当然了，我们平常人家不用胡思乱想啊，平常人家的老公和老婆能找到一个配偶结婚就不错了，哪有那么多外援的机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也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个配偶宫动荡有这个象，但并不是绝对的。配偶宫动荡你也得看条件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这个配偶宫所代表的这个夫星特别厉害，那是有这个可能。如果你的夫星也只是一般人，你也只是一般人，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胡思乱想了。亥戌它是同宫之物啊，亥戌它是同宫之物。什么叫同宫之物？亥戌同属乾宫啊，它是同属乾宫之物。亥戌它虽然说没有形成合化的取向，但是亥戌由于是同宫之物，所以是有情意的。戌土对癸水它是有情的，因为是同宫之物啊。